进。你的意思？在场上，大家可以自由的发言的，因为很显然的，我认为中国队的这两位选手听不懂这个，可能西班牙文造诣也没那么好。那当然，我想智利两位选手可能对中文也不是了解的这么多，所以大家在讨论战略的时候可以放大胆来讲，无所谓。好，拉回来。这个球当然有机会，二号球灌底带，然后把九号球给碰进，但也要看有没有把握。因为已经听到灌球这两个字了。但是另外一个就是你这个角度来灌的话，母球有没有机会进中带？母球有可能有洗澡的路线。这号球很关键。好，灌中带灌进，好球。漂亮。三号球薄球，我邀请赶快上来看一下四号球。四号球把九号球轻轻的碰一下，这一局可能就结束了，应该就结束了，没问题。四球的组合球，哇，双方现在变成了5-5平手了。现场的主播提到了，这是自从两队2-2平手之后再一次的平手。我们先进了广告，待会再来看看这场精彩的对决。一台和你最契合的车，带你前往尽情展现自我的未来。 All New Mazda CX-30， 欢迎亲临感受。怕配不好戴不惯，一定要先去宝岛眼镜，专研多焦20年丰富经验，获得120万满意见证。现在配日本 NIOS 渐进多焦镜片只要2980元。NIOS 多焦设计来自尼控镜片，不满意保证退费。专注细节，成就完美。宝岛眼镜。아무것도하지않으면아무것도얻을수없다。재미는끊임없이보상은틀림없이어른들의플레이가시작된다로한 M。来宝岛眼镜免费参加好事大募集活动，月月抽10万顾眼睛。还有想要的吗？那就来交易吧，洛汉 M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老子，您的见解是？老子就是要要钱呐、啊，要钱！亚洲游戏第一品牌，烫烫的游戏，火力收个冻没聊，还是老子有钱最好玩。我孙子跟我说，他将来要做一位医生。我阿公跟乔治的阿公很爱聊天。马凯啊，现在已经长到123公分了。你有听过小时聊聊吗？我是说我小时候也后来他们不再聊天了，窗户都一直关起来。大哥要修伤来这边哦，丢就可以了。我告诉你是纱窗破掉了，放五十块进来，赶快来修一下。我孙子这两年当班的纱窗补好了，好像有什么东西也补好了。信义房屋，老子最霸气，黄金百两送给你。继珍珠港事变后，一场逆转胜关键战役。We need to throw a punch. Man your planes. 亿万导演罗兰·艾默瑞奇，《决战中途岛》11月8号上映。今
年的企业排球联赛，十支队伍，全新风貌。台电男排、云林米兹诺、长立、康体、桃园台产、台电女排、台北精华、中国人先、极速超跑、爱山林，场上场下一心 ，VS One， 企业排球联赛，锁定 Fox 体育家族，现场直播。各位观众，那么来看看这场比赛，双方在5-5平手之后，后面呢，其实看看哪一队先拿下最重要、最关键的两局，就可以获得晋级的机会。先来看看第11局的比赛。冲手球进，一号球是第一个目标球，进的是一个二号球。这个一号球，要不就是一个组合球进攻。好，看起来是要组合球来做进攻，因为要防守的话，好像也不太好防守。15组合球打进，这要用架杆器来瞄这个一号球了。一号球把七号球稍微碰了一下，哇，不碰一下的话，这个球可能要继续进攻还有点问题哦。吴嘉庆左手，抱歉，那不需要用架杆器。来看四号球，就在九号球旁边。某球是不是要准备拉回去来进攻？不用。刚刚稍微 miss 掉了这个六号球的角度。Extension call。所以我以为这个球可能要稍微拉回去。球先打进。吴嘉庆刚刚在旁边，也跟刘海涛在沟通了。先固进，先把六号球给打进，然后母球直台，留一点角度下来给吴嘉庆来准备打进七号做八号。结果现在中国队有可能 ，Happy 智利先停牌，哇，一个七号球有可能就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果。不过很难说，因为双方轮流冲球嘛。哦，打得蛮用力的，因为八号球角度应该是不大。九号球打进，6-5，中国队在这局当中冲球，然后清光台面。第十二局，这边冲球有球进，一号球是第一个目标球，哦，一号球跑出来，好，还好最后跑出来了。如果躲在
三号球的下方的话，那这个一号球又难处理。嗯。球中带，抹球顺势下来，可以了。哦，再多走的话，就有点怕说，这抹球又走到了不该去的地方。六号球打进之后，下个目标球三号球，在上方的。比较靠左边的地方做左上角底带，然后四号球要注意了，三号做四号，所以这个就是一连串的连锁反应。因为刚刚二号做三号，三号做四号，你要先把二号做三号的时候留下一个不错的角度，那么因为四号球它的坐球上面要稍微注意一下。到这边来的话，Rojas 现在面对这个四号球的要进攻的话，恐怕有点困难。Extension called. 哦，想要保球的样子哦，保左下角底带。啊，四号球没进，母球有没有躲到八号球后面？这个球就算母球躲到八号球后面一点点，还是有可能有机会把这个四号球打进。可惜啊，这个四号球打得还不够薄。Extension called.我 TPC 维修人员，请问这里是七号黄太太家吗？是，请进。你的接头有一点松脱，我帮你把它锁紧，这样用起来就不会有问题了。现在就一支专线电话4050-5858，我这次打电话去客服报修，很快就打通了耶。TPC 服务真的超级棒，拥有 TPC， 拥有欢乐数位新生活。传家手工开运印章、公社章、印章材质100种，期待章、胎毛笔刷赠送抓周梳挪满月剃头，台中2202-3030。并且是老子就是要有钱呐、啊！亚洲游戏第一品牌，汤汉游戏和你说个都没聊，还是老子有钱最好玩。还有想要的吗？那就来交易吧，洛汉 N。老子最霸气，黄金百两送给你。戦いに負けることは一度もなかった。貴様一体何者だ。人生最大の敵は自分自身だ。霸王之野王，称霸战国。我是点子王，冒险王，极限体能王，规格虫草人参，人参补气，虫草固精力，让续航力生生不息。攻略人生，规格虫草人参。霸王之野王，称霸战国。아무것도하지않으면아무것도얻을수없다。재미는끊임없이보상은틀림없이어른들의플레이가시작된다로한 M。 かつて俺はこの時代の頂点に立っていた。そうなのか。你霸王之野王，称霸战国。还有想要的吗？那就来交易吧，洛汉 M。 一方霸主，唯我独尊。霸王之野王，称霸战国。第
颠覆想象，全面进化，探索前所未有的 Toyota， 超越豪华，争锋之作，日本进口 Camry 精英领域，60万高额零利率，限时实施中。星期天的世界。